家好，我是雷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家经济实惠的早餐店。蛋饼加萝卜糕加奶茶只要50元。今天的影片分享到这边，那大家如果对影片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。那如果你喜欢的影片的话呢，也别忘记帮我按赞、分享以及订阅哦，谢谢大家。